дорозі червона калина похилилася. Чогось наша славна Україна зажурилася.你看，你知道乌克兰最美的时候是什么吗？ 乌克兰最美的时候就是春天，你看，不出太阳了。手机影片拍摄时间点正好是俄乌战争爆发前一天。杨谭家乡在中国大陆重庆市，18岁到基辅就读大学，毕业后在乌克兰资讯产业服务。战火威胁下，没跟着撤侨队伍离开，反而带着妻小到波兰避难。 这些难民是波兰的，房子确实不好租了，因为很多的乌克兰人他们都到波兰了。波兰这个地方他不说俄语，也不说乌克兰语，对，所以说语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花了将近3个月适应波兰，准备在当地找工作，也替儿子找到新学校当起跨国闲转生。你说什么？今天在这里第一天去上课？对。然后呢？ 我不知道很好还是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好？我没试过呀。没关系啊，不要怕。对新环境有些紧张，而且多数难民不会说波兰语，英语也有点菜，因此不管大人小孩都要恶补波兰语。 学着适应新环境，偏偏战事拉长，加上波兰政府给乌克兰难民的福利一一紧缩，部分乌克兰难民面临就业问题。采访团队要从波兹南移动到华沙，3个小时车程，乌克兰籍驾驶巴德自愿赚外快。 巴德在乌克兰是一名验光师，还没找到好工作之前，一切只能将就。厢型车上，一家之主巴德掌握方向盘，行驶在公路上，或许未来会像公路一样看不到尽头，但感谢波兰政府，让他们能暂时落脚。 波兰政府估算，收容难民成本光是前6个月每人约1000欧元，折合台币约3.1万左右。庞大资金压力让波兰急呼欧盟尽快提供金援，同时也呼吁难民赶紧自力更生。如此一来，波兰的劳动市场势必会出现一些改变。